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炎黄直播的主播阿豪，欢迎宝宝们来看我的直播。我今天离开了上海，来到了浙江湖州，这里呢有一个美丽的古镇，叫迪港小镇。有朋友问我过来方不方便啊？很方便，上海到这里坐高铁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，杭州到这里也只用一个小时呢，真的很方便。哎，野鸭子，快看，那里有野鸭子，哇！看，有白鹭，哇，好美啊！小伙子，这里野鸭子、白鹭多的是啊。是吗？这么漂亮。嗯，一元茶馆。大爷，来杯茶。好嘞，稍等啊，小伙子慢用啊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大爷，来杯桑茶，还是老样子。哦，小雪来了，好嘞。小雪，你的桑茶。谢谢。你这是在干嘛呀？怎么一直拍我呀？嗯，拍你？对呀。哦，没有，我是在直播呢。哎，你还不笑，还不承认是吧？啊，那你把手机给我看看。原来你真的是在直播呀？是，也不完全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还以为你是在偷拍我呢。没事。你是本地的吧？嗯，是啊，我是本地的。你呢？你以前来过迪港吗？算来过吧，小时候来的，不过我现在没什么记忆了。现在的迪港肯定和你之前来的迪港不一样，变化可大了呢。哦，是吗？这样吧，刚刚呢是我太唐突太失礼了，以表歉意，或者我就带你去游览咱们迪港吧，保证让你看到与其他小镇不一样的面貌。好啊，谢谢你。好，我叫小雪。我叫阿豪。阿豪，你看，这是咱们迪港名人馆。这么不起眼的小镇还有名人馆，有点厉害。过来，你看咱们迪港镇啊，在清朝年间出过两位状元，最厉害的是这位陆润祥，他可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，厉害吧？阿豪，你看像这些，都是三大家族的后人，个个都是厉害人物啊。我今天呢，要给你介绍一个特别人物 ，Robert Zhang， 他现在呀是瑞典的王子。再看这位朱五楼。他是国民党元老陈果夫的岳父，像咱们迪港渔庄的陈家菜呀，就是他们的私房菜。怎么样，带你去尝尝不？好啊，大家听到没有？这个诱惑我可抵挡不住，这下我可有口福了。走，现在就带你去。快走吧。看起来好好吃啊！好香啊！宝宝们，看到没有？刚刚小雪告诉我，这鱼啊都是纯野生的，都是现捕现杀现做的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流口水啊？嗯，水乡鱼园，两位请慢用。谢谢谢谢。快尝尝。嗯，味道怎么样？真是人间美味啊，好吃。这就是桑茶。这个就是桑茶呀。嗯，要细细的品，是有桑叶的味道。鱼桑茶富含活性物质，
汤色绿橙，口味纯正，清香甘醇，具有疏风散热、清肺润燥、清肝明目的功效。阿豪，快来！这两位啊，就是我们湖壁馆馆长的徒弟。爷爷们好。哦，小雪好。你们好。名师出高徒。哎，小雪过奖了。他们随便大笔一挥就行云流水。那你看，这就是京杭大运河。哇，这个我知道。哎呀，时间要来不及了。哎，干嘛去啊？你跟我走就是了。今天啊，是我们迪港一庄一年一度的看鱼节。